细腻唱腔，孙燕姿出道满二十周年，举办线上音乐会，惊喜献唱。原本预计六月开跑巡回演唱会，因为疫情关系通通停摆，最后决定在特别日子里举办小型音乐会。一起在筹备这个计划，就是希望在六月九号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可以跟大家赴约。不忘履行约定，一连唱了七首歌，就连好友林俊杰、陈汉典也都很捧场，线上观看。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。直播一小时观看人数飙破5000万，孙燕姿疗愈的歌声不止让歌迷大饱耳福，更是充满满满回忆。三立新闻林良宪、邱小倩台报道。